24岁，挑战每天帮鱼粉丝挑一条手镯来参加球，我五三圈，五圈预算，黄费特色镯，哎，我喜欢，行，接受你的挑战，走，直接去市场，记得给我点小心心哦。这个黄粉很好看，你看这种黄，它是属于偏巨乳黄，底子会有点晶体感。你们还记得上次有过一条那种锦鲤镯吗？但是这一条的话底子没那么细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黄翡特色镯。我要来把力哥的这一手料子收了。什么价？力哥江月、哎、什么价？来嘛，就五万块哦。力哥开价54条，看来前几天的帝王蟹没有白吃。走，一说到黄翡啊，必须要来我姐妹花这里。你看看这种是褐色，然后这个嘞是属于，这个是什么黄啊？鸡蛋黄嘛，鸡蛋哦，对对对，我说鸡油黄是鸡蛋黄哦，这还有一条黄的可以扩，但是它版型厚装它，这什么价呀？你来了9800，好吧？我来了9000，不是你就是18000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愧是我姐妹花，哎呦，我都想给你直接扫了，但是不能冲动，我要拿去自然光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比较符合姐妹的要求了，刚好可以做一个胖嘟嘟的胖圆条。整体底妆是比较细腻的，有个蓝调渐变下来，姐妹花开价9800。哎，不知道她今天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走，赶紧我的大刀去抚慰一下她受伤的小心灵。这个你报9800，隔壁那个都惊呆了。现在内卷这么严重吗？我都有点不敢看。已经是底价了吗？你真诚的告诉我。可以小砍，不能打骨折。骨折就是有点夸张了，但是那砍还是要砍的。4500。啊？什么叫瞬间变脸？你看到了吗？瞬间。我给你什么底价，你自己心里也知道。别人都说了，就不止不是9800了。啊！我这么大的面子，不愧是我姐妹花。你看看，再看看力哥，哎呀，再来给你加100，4600。这个圈口太小了，不扣钱谁能戴？我刚卡进卡到50，4600，4700。损亏一点。5000看这个拿走，看不到。4800。5000，少一毛都不卖。介绍女朋友还有？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，今天是你多大？98的，但是98，24岁。我那小姐妹跟你差不多大，我可以把她介绍给你，你漏了是吧？觉得你这个人很实在啊、哦，一下子。我的心对对已经跟我的剑一样冷了，没用的，少一分都拿不走。下次应该带个小姐姐来跟我一起看啊、哦，5000就5000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，还是我姐妹花好，嗯、哦，很棒哦。这个、不是你这个店不会卖的。好，谢谢生意兴隆发大财啊！看这，你好惆怅啊！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直接给个卖家，再看看你。虽然你今天也很实在嘛，就原谅你了，但是上次那个我真不原谅你。最终以5000的价格成功拿下，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呀，为了打游戏连女朋友都不要了。走，起货去。Later。当当，手镯起货啦！那我们自然光看一下，你看它整体底妆全部化开来的，那颜色呢是带一个淡绿色调渐变下来，然后黄翡起到一个俏色的作用。你们觉得我挑战成功了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